子，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你再让我相亲，我让鲨鱼吃了你。快进去吧。知道了，得下去进去了。高高的女孩吗？在门口。拜拜。啊。你好，你好。你是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谭小姐。先生。我不姓赵，我叫黄达。我也不姓谭。哦，搞错了。你也是来相亲的？啊，对，来相亲的。加油！加油！谭小姐，那个熊哥，也就你姐夫，是不是已经把我情况都跟你说了？大概情况我是了解一些，但是有些具体的情况，我还是想自己多了解一下。慢用，谢谢。Miss Ye。Please， 看你 like 不？不好意思，我经常出轨，所以这个英文有点甩不脱了。来 ，nice to meet you。幸会。你的月收入平均有万把块吗？我们这个工作不一定。那你对未来几年的收入有没有预期的目标？我有没有打算在上海买房？正在努力。那你觉得你的收入的增长能赶得上上海的房价吗？我真的是 very like 像你这样的既有气质又有品味的 beautiful girl， 沟通起来完全没有障碍啊。叶小姐，不知你注意没有，周围有很多人都在看我们这边，像你这样的气质走到哪里都能吸引所有人的 eyes light， 像我这样白手起家的 businessman 永远也赶不上你这样的 musician。Musician， 你别介意，我是个会计，所以有些事情呢，我觉得直来直去比较有效率。说实话，我们是来结婚的，也不是来谈恋爱的，对吗？不好意思，冒昧的问一句，你在乐团的薪水是多少？我养活自己没有问题。Of course， 如果。我每个月给你20万，让你潜心的去研究艺术，你觉得如何？啊？你说什么？哦，我的意思啊，就是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慢用。哎呦，接个电话啊。听完录音，赶快回电。你这么多年没结婚，不会是在等真爱吧？老婆，哎呀，那边太吵了。哎呀，几个朋友聚会，有男的也有女的。你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啊。我咋敢骗你嘛？那是回来啊。好，赵老板，黄达说：“你不是刚出国吗？我这不刚回来噻，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哎，我说我们那个装修馆你也欠了快大半年了，你真不能再……哎呀，你先脱离工期，我才欠你的钱的嘛。那可是你太太要改方案，改了十多次，我们才……你现在真谁对谁错就没得意思了，是不是？你也晓得我们家里头啊，那是我太太说了算，她现在国外，等她回来以后啊，到时候就给你。哎呀，你放心，好，在这儿好好。桃子，你搞什么鬼？赶快把我给弄走。对，现在。哎呀，叶小姐，不好意思啊，
哟，菜都上齐了啊！来来，别客气，吃啊！哎呀，听我表姐夫说，你们最近是不是有笔款项一直没有追回来？可不是嘛，这不刚才就说这事儿呢。不对呀，叶小姐啊，像你这样纯粹的艺术家，你真的是不能为经济的问题来操心。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那绝对是天作之合。老公，你这白天忙工作，晚上忙应酬，又忘了吃药了吧？哎，小姐，你别客气，请坐。坐。每次吃药都要我提醒你，来，现在吃，我看着你吃。啊。哎，我坐在这里。不影响你们两位吧？哎，老婆，我老公请客，这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啊。我老公的钱有一半是我的，所以你吃的这餐饭有一半是我请你吃的。真的不好意思，没关系。像你这样的女人，我见多了。哎，老婆，你误会了。我是说，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你可不可以听我解释？没什么好解释的。像你这样的女人，无非就是想多看看，多挑挑。可是你说这女人，她能年轻几年呢？总是被男人玩来玩去的。哎，王达，哎呀，你上个厕所那么长时间了，快快快，过来过来过来！哎呀，你快点噻，那个差点闹出误会了。哎，那个我们是一起来的嘛？啊，啊，那个她是你女朋友噻？啊，王达。做好事儿也得分情况，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你觉得我会相信她是你女朋友吗？笑话！人不可貌相。说的也是，现在这样的男人已经很少了，老实又诚恳，而且朋友有难他都会帮忙。啊，对对对，我。其实我觉得自己特别的幸运，也许别人看不见他的好，可是我看得到。你刚说的共同财产是吧？其实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男人在外面和别的女人有多少共同财产呢？像黄达，这让我觉得特别的安心，而且他身体好，我就不用追着给他送药了。有些病要治得了，有些问题药就解决不了。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就不明白了。我没什么意思，你话里话外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有什么话好好说。真没什么意思，你给我说清楚。这干什么？这是。我还在这儿呢，没事，挺甜的，走，开玩笑这是。谢谢光临。滴下来了，没事。我开车，我送你。啊，不用不用。没事，开车很方便。啊，不用不用不用。刚刚真不好意思啊，谢谢你帮我解围。啊，没有没有，没事。不过你刚才还真挺有意思的，你可真会演。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见有人这么夸过我。不过说真的，你怎么会认识那个赵先生？啊，你说赵老板？嗯。我给他家的别墅做了装修，然后那个装修款拖了10万多就一直没给我。不过他也有他的难处，其实赵老板平时人还挺好的。挺好？我真不懂怎么会安排这种人和我相亲。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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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小姐吗？我送你回去吧。不用不用，哎，真的真的，没事没事，我不是，我老相亲，我都习惯了，啊，反正也不会成功，不差这一次了，不差这一次，是相过几次亲啊？我差不多。
是第99次了。99次。99次。对不起，我没别的意思。哎，不过也没办法，我也知道我自己的条件也很正常。哎，条件哪差了？不要自暴自弃。我给你打个比方好了，就好像选车一样，我们要的就是安心。你如果遇到困难就放弃的话，哪个女孩子会安心？哪个女孩子会喜欢你啊？所以啊，我告诉你，追女孩子呢，一次不行还有两次，两次不行还有三次。你要相信自己，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你可以的，不要放弃。真好听。真的吗？你说话真好听。哎，再见。再见。大哥，这姑娘今儿晚上认识的啊，够漂亮的啊，是挺漂亮的。哎，你相这么多次亲，这是第一回有姑娘给你送回来吧？这不是相亲那个。哎呦，坏了，不是谭小姐，我人家来电话了，说你吃一半饭人就没影了。我给你解释解释，今天啊，得，别解释啊，能成就行。这姑娘不错啊。哎，我说哥，这真的不赖。没跟你说吗？人就顺道把我送回来，以后见不见得着都两说呢。哎，那怎么就没人顺道把我给送回来？人家回不回来你怎么知道呀？人家要是真回来了你怎么办呀？啊，行，真回来，真回来我把他娶回去当媳妇儿去。我看行。真回来了。嘿，哎，你忘记了你很重要的小本子。哦，哎呦，谢谢！祝你终有一天不再需要他。哎，大哥，你说他再回来了，怎么着来着？去！哎，你说话得算话啊！他开玩笑的。那拜，再见。温馨提示：嫂子慢点开。6月19日的导演。嫂子晚安。嫂子注意安全嘞！我大要娶你。小心点。哎，等等，听我说，你说咱这
跟人跟到这儿了，这么个逼法是不是有点过分呢？这钱都拖了这么久了，他就是觉得咱们好欺负，今天必须得给他要回来。对，今儿他要不给我，就跟他没完。听我说，那行吧，我进去要去啊，你们在这等着。你别老跟他讲道理，他不是讲道理的人。我知道，我知道，我肯定要回来啊。嘿，小勋。小勋，我特意来陪你吃晚饭的。奶奶，不要不理人嘛！我已经知道错了。那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大骂了一顿我那个朋友啊！你看，气得我黑眼圈都出来了。哼，你还好意思说？我知道是我不好了。那我跟你保证啊，下一次的时候，我一定亲自面试过再介绍给你。没有下一次了。不要生气了，女孩子生气会不漂亮的。这个。我不要，要了。30岁以后是要好好经营自己的啊。相信呢，我们团呢会越办越好的。是。哎，我跟你说啊，我一直有个梦想，不好意思，就是要搞艺术。张老板，哎，黄达，你怎么在这儿来？我说我们那事儿今天。桃子，你这样对我，我要暴饮暴食，一泄心头之愤。没问题啊，带了钱包。行。哎。他怎么在这儿啊？谁呀、啊？你昨天介绍的啊？哇！你先忙赵总，我办公室。好。他怎么也在这儿？这有谁啊？昨天认识的。你昨天跟两个男人约会啊？你胡说什么？哎呀，上次那个事情真的是感谢你了。哎，上次那事儿没事儿，但我跟你说，你欠的钱今天怎么着你都得给我。学坏了。你胡说什么？还不是你搞的鬼，是他帮我。我今天到这儿来啊，就是来要债的。哎呀，你说这些欠钱的人简直不要脸啊！你说我要了半天，把我当球来踢。他跟姓赵的什么关系啊？姓赵的欠了他10万元的工程款。你看，我就这么多钱了，啊，一下拿到，请兄弟们吃个饭，啊。我想应该是想要赖掉吧。这太恶心了吧？对不对？恶心，恶心的男人你还介绍我？我一定尽快想办法。你说这个时候，我就是要和兄弟们这给我帮忙啊，共度难关噻，是不是？不是，我拖我都拖不下了。我说。我马上去把那个钱要到，然后我给你打电话，等我好消息，啊，放心。王达，记得我吗？哦，叶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的乐团在这里排练。乐团？嗯。哦，我说刚才看见海报这么面熟呢。你是搞音乐的？音乐家，这是桃子。嗨。嗨，你好。哎，我刚看到你们两个，你的钱到底收回来了没有？那赵老板今天也有点特殊情况。没有。哎，那没事，那你们先忙，回头见啊。哎，我忘了问一下，这周围哪有提款机啊？啊，出门左拐。听他的，右拐。右拐啊！哎。还行，要回来一部分。他在干嘛？看什么呢？咦？哦，原来他取钱是给他们。这个张哥也太可恶了吧！还什么身家过亿、20万包养你，连工程款都不给人家结的。你怎么知道？哎。你这是干嘛？我刚才上厕所，看见你从提款机里取钱了。你要是真有钱，你就把那10万块钱都取了呗。我们俩现在去。等会儿。黄达，哎，你干嘛？这个本人和贵团合作，不求经济回报，只求精神需要。贵团是不是有一个大提琴手叫叶勋呢？有的，他是我们这儿最年轻的。大提琴演奏家，这个慈善项目啊，就，哎，小叶，赵总，我来介绍一下，这就是叶勋，这位是我们团的赞助，赵总。哎，赵总，您好，我认识。叶小姐啊，黄先生也是要找您。过来呀。要不然等人忙完了。没事，请。
你该扫的该扫怎么？对不起啊，我有一点私事要解决一下，一下就好，一下就好。哎，我不是答应过你回头给你的吗？你那个有没得意思了噻？我每个月给你20万。照曾夫人的说法，这每个月的20万，有10万是她付的。您觉得她会介意吗？你说帮这么大忙，我们还真是得好好感谢感谢。不会，举手之劳。我们请你们去吃个饭吧，也对对对对对，不用客气，不用客气。那去哪儿啊？老地方。真的不用，真的不用，真的不用。我们约了去 SPA。没事，走吧。您猜什么？猜好。就这儿吧。你真的要在这儿吃饭吗？我闻着这个味道就想拉肚子，哎，不如你留下来好了，我先去 SPA， 我去 SPA 馆等你。好，你给我回来。你昨天把我丢给一个臭男人，今天把我丢给一堆臭男人，你再说曲子吧，我让你去死吧。菜来了，各位，哎，来来，请慢用啊。谢谢叶小姐帮我们这么大的忙，来来，不要这么说，不要客气，我不喝酒。那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得表示一下。那你们来，你们来，来来来，我们干了，谢谢谢谢。哥，就这么好的日子，你来一首啊？嗯，达哥唱歌特别好听。没事，是啊，你们老大喜欢唱歌。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瞎哼哼。是，嗯，一个人在厕所唱的可好了。我们都跟他说好几次了，让那三家选秀。哎呦，他不去，他要去早火了。我跟你说，为什么不去啊？哪有时间选秀啊？有那时间还得相亲呢。哎呀，相什么亲呢？都相了99次了，没一次成的，没戏。哦，怪不得写的一脸的挫败啊。啊不，他相了这么多次亲，就是为了累积点经验，是吧？哎，也不是，你说这现在也没房没车，也没存款，别说相99次了，就是相999次，可能也不成。所以我现在就是努力挣钱，努力工作，等赚到钱了，可能就好了，是吧？你问我吗？我可不这么认为。你以为有车、有房子、有钱就等于爱情？我觉得爱情是需要真心付出的。啊，对对对，您说的有道理。可是，你说你天生条件就好，要什么就有什么，可能你还真不知道，像我们这样……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也许你相亲过很多次，可是你有真心付出过吗？你有努力过吗？你一定以为物质就可以换来爱情是吧？你不如去买彩票好了，也许隔天中了奖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了。不好意思，我有事，我先走了。哎，叶小姐。啊，没事没事没事。哎，我们吃我们的。来来来，干杯干杯！来，大哥，干杯干杯！来，干了干了，干杯。有事儿吗？跟着我。没有没有，我就送送你。啊，不用送了不用送了，送到这里就好。没事没事，留步留步留步。涛姐，你是不是跟叶小姐很熟啊？你说呢？是我就是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哪里做错了什么东西了，她好像有点讨厌我。没做错什么又能怎么样？他不讨厌你，难道喜欢你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真的跟你没关系。你知道他有他自己的问题哈？不是不是，是我的问题。都说了跟你没关系了，那你应该知道吧？其实每个人心里呢都有一个心结，他的心结呢就是3年前的婚事。他结婚了？没有啊，单身。他离婚了？没有，结婚的时候新郎根本就没来。他被逃婚了？对，逃得很厉害，死了。
不，桃子姐，我跟你说正事儿呢，你别耍我。哎，我的样子很像耍人吗？我跟你认真讲一遍他的故事好不好？啊，好。小薰留学日本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个华侨摄影师，名字叫许卓。当然，两个人在一起一定是郎才女貌的，走在路上的时候回头率也是很高的。这都不是戒指，你叫我怎么答应你？我知道你喜欢海，所以我在这里买下了一栋临海的别墅。我希望每天都可以跟你说早安、午安、晚安，还有我爱你。相信我，50年以后，我还是会像现在一样爱你。相恋6年，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遗憾的是，婚礼那天新郎没有出现，因为他出了车祸，至今下落不明。所以小薰呢，其实他自己也知道凶多吉少，但是他又不肯接受事实，所以就把自己关了起来。时间一晃过了3年，到了今天。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我今天真不应该说那些啊，叶小姐这么好的人，老天爷对他这么残酷。其实像咱们这样的平凡人，哎，谁跟你是平凡人啊？不，我觉得老天爷对你也不怎么样嘛，你们俩都挺像一对儿。真的？假的？拜托你不要琢磨了好不好？你知不知道你跟他走在一起的话，他的低头率会很高的啊，懂吗？哎，你不会真的喜欢他吧？我你什么呀？我看你跟其他男人没什么两样，很多地方你还不如他们呢。你们这些追他的男人啊，无非就是想想看看，到头了嘴上说说，有谁动真格的了？敢吗？你敢吗？我敢倒是敢，我就怕他不会接受我。一定哦。可是你有真心付出过吗？你有努力过吗？你一定以为物质就可以换来爱情是吧？你不如去买彩票好了，也许隔天中了奖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了。叶小姐，你怎么来了？天挺热的，我给你买了个冰淇淋。谢谢。你来看我就是来送冰淇淋的？我买了点彩票，我想请你跟我一块兑一下。买了多少？就这些。花多少钱买的？我把所有钱都买了。04。没有。09。没有。05。没有。11。没有。25。有。20。没有。12。有。06。没有。35。没有。14。哎呦，继续。29。27。有。耶。三个号码。三个号码中多少钱？10块。15。没有。27。没有。47。没有。17。没有。08。有。11。都没有。05。没有。11。没有。10。没有。26。你笑什么笑啊？你知道这些如果都没有中的话，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你怎么会这样下决定啊？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次决定。哎，你不知道，我小的时候喜欢唱歌，本来打算考艺校，后来我爸替我做了决定，就上了高中。后来一帮朋友决定说到大城市有发展，然后我就来了上海。再后来大家又决定让我当头，大家一起干装修，那就……所以说这好像是我第一次自己做这么大的决定。其实昨天晚上我想了好多，要是一开始你没做那个决定的话，我可能一分钱都要不回来。如果后来哥们们不做这个决定的话，可能我们晚上也不会去吃那个饭。再就是如果我自己没做这次决定的话，可能就没有眼前这些希望，当然也不会现在跟你坐在一起。中五个号码有多少钱啊？两万。想啊，晚饭吃什么？日本菜好不好？要不要上网查查？都可以啊，你决定就好，我都行。嗯。哎，要不然去吃泰国菜吧，新天地那里刚开了一家呢。泰国菜啊，我怕辣，还是日本菜好了。哎，你看人手机啊你。叶小姐，我可以约你吃晚饭吗？请答应我。没有想到他还挺诚恳的哦。不过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他会这么赤裸裸的约你，比我想象中奔放。哎，不要让我想象他赤裸裸的样子。好像是不太能想。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是你教人家的，不要放弃嘛，对不对？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咯。我怎么知道这话会放在我身上？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应该跟人家好好谈谈嘛。有什么好谈的？我们两个又不可能。不一定哦。你说什么？其实我的意思是呢，即便你是想拒绝人家，也应该让人家死得痛快一点啊。回了吗？不回呀。不回再发一个。再发一试试吧。这挺好的。你们干嘛呢？没事。你拿我手机干嘛呢？没事，我拿你手机给药姐发个短信，吃个饭。对，大哥，谁让你给我发的？这是为你好，你知道吗？瞎胡闹的，男人就得。别我看。这是为你好。你这么磨磨唧唧，什么时候能办成事儿？对，没错。来了来了来了，明天晚上我和朋友有个聚会，你跟我一起去吧。有戏。哎，不，你看。你不瞎胡闹吗？你这是，我是，啊，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你不去你自己跟他说呀。那开玩笑吗？这是。这么多酒啊！你以为小叶跟你似的？小叶每晚在练琴。我有练声啊，可是我也没有放弃夜生活。哎，真的假的？哎 ，Tony， 嘿 ，What a surprise！ 嗨 ，Tony， 嗨 ，Tony， 嗨 ，Hi，Nancy，What a surprise！ I know， 哇，
By the way, I was informed that you are invited to be the judge for the Asia piano competition. What? You already know that? Oh, by the way, this is Judy, my girlfriend. Judy. 你好，小姐。你好，漂亮。My friend Sam. Hi, Sam. 你好。Jennifer. 哎，你好。And, 你好，你好。My name is 黄达。你好。你好，你好。Is it also a musician?He's in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Your boyfriend? No, it's, we actually met at an arranged blind date. What? You on blind date? Oh, lucky one! Hello! Congratulations, because going out on a date with Miss Ye is like winning the lottery. Really?Alright, guys. Well, I heard about the engagement. No, you got engaged. Yes, hey. Judy, yes. Yeah, wow. Cheers. Yep. Oh, sorry. Thank you. So when is the honeymoon? Oh, no. Honeymoon first. Let me get married first. Mm-hmm. And then the honeymoon, probably we're going to Paris. Paris? Or maybe we go back to where we were.我到那边去一下啊！哦。黄达啊，如果你觉得不自在的话，你就先回去吧。我想再留一会儿。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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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啊。你怎么还在这儿？哎，这么快？啊，你不是喝酒了吗？我在想着帮你把车开回去。你到底喜欢我什么？是在不想来着，刚才 party 那么多东西，你怎么都不点？我不会说。小心烫，谢谢啊！哇，还真香哎！好吃吗？我觉得比金钱那儿那东西好吃。真的吗？你都没有吃，怎么知道？反正我不是太习惯那种场所，我估计你也不太习惯吧。真好听，又在说我的声音？不是，我是说音乐。我就自己在家的时候老哼哼，洗澡的时候喜欢唱。来，我的演奏 CD 送给你。哦，认真听啊，下次换你唱歌给我听。我？嗯。我就自己瞎哼哼行吗？熟人唱不出来，就在洗澡的时候能唱。
既然今天那个地方我们都那么不喜欢，找个你喜欢的地方，我们一起吃个饭。啊，要是那样的话，你不如就去我那儿行了，我可以给你做着吃。你会做饭？我会，会做饭。那我要点餐。行啊，哈。红烧肉。啊，我会。红烧肉。红烧排骨。红烧大肠。红烧肘子。都还行。都是红烧。燕小姐来了。哎，燕小姐来了。我跟黄达约了吃饭。哦，我说他怎么这么高兴，一早上就开始唱，唱了一天了都。是吗？哎，楼上。对，燕小姐。你快听听吧，天天都跟这儿唱，连着好几天了，赶紧把给他的 CD 收回去吧。是啊，唱得我们有气无力的，都没法干活了。我想吃夏天的西瓜，我是一只夏天哇，继续唱啊。哎，不我这就自己瞎哼哼，见光死，熟人唱不出来。不会啊，唱得挺好的。哎，那就这了，两天老听老听呢。哎，累不累？不累。其实你们的工作也挺辛苦的。习惯了就好了，但是我每次装修的时候总是在想，你说这房子以后住进来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你说他男主人会长什么样啊？女主人会长什么样啊？他们会生几个小孩啊？所以其实每次装修我都还挺用心的。我在想他们可能会在里边住个10年、20年呀、50年的，也都不一定啊。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自己的房子要装修成什么样子？我自己的房子啊，装成什么样倒无所谓。其实我不是太喜欢大城市的生活，我喜欢有海的地方。我想要是以后在海边能盖一个自己的房子，然后每天能听到海水哗哗的这么响，想想都挺美的。要是你能住在里边就更美了。小薰，有些话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对你讲。你不知道你就不要说了。我累了，我要先回去。那好吧，那明天我。明天我没空。那明天、后天、大后天我都没有空。黄达，我们不要再见面了。小薛，你听我把话说完。我不能看着你这样，有些东西该忘记就得忘记。忘记？你以为我不想忘记？你觉得忘记很容易吗？当你深爱的人消失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什么感受吗？你教教我怎么忘记。那好，那你不用忘记，但是你不能把心关起来，不再接触新的东西。你说的倒很简单，你没有痛过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爱过。你现在可以说爱我，可是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后你在哪里？我不会再爱上任何人，因为我害怕失去。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哪怕五十年后，我还会在这里。我爱你，但是我不会离开你，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失去。说过，我爱你，我不会死。幼稚。喂，要是有一个男人来为我挡汽车的话，我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嫁给他。你还说罪魁祸首就是你、关我什么事啊？谁让你跟他提许多事情？黄大多嘴，你才多嘴。帮我接一下电话。小姐，是我的。喂，黄达哎，啊，你不喜欢他的，不要偷听哦。喂，什么事啊？哦，好，那就明天12点半吧。嗯，好，明天见。黄达，他又要找我做什么？找你就不会打给我了。那他找你做什么？求我，我就告诉你。求你个头！好嘞，不用看了，没有想过。那他到底找你做什么？明天中午12点半，他带女朋友去我的店里面挑礼服。他没有女生朋友？耶，不一定哦。小旭，我买了面要煮，你要吃吗？好，
小薰，要不要帮你叫桃子？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嗯，好。哎，华南，看我穿这件好看吗？我觉得挺好看。可是这个胸开的是不是太低了呀？人家那种礼服不都这样？没事没事，我给你比划比划，你看。喂，迟到了十分钟哦。我特地帮你送饭来的。哇，那么好啊！喂，这冷冻面呢？大小姐自己煮就好了。去去去！哇，现在流行送饭，都送没煮过的。哎，你觉得这件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只要你自己喜欢，都挺好看的。你可真会说话。哎，对了，还忘了恭喜你了，是挺不容易的。什么不容易啊？你这么快就能找到你的本子上写的一条一条那么多条件的男的？没有了，其实他一条都不符合。啊，没办法，我爱他。拍照啊。华南啊，我上次说的那套关于结婚的理论你可别放在心上啊。啊，因为当你真的爱上一个人的时候，那些都已经不重要了。我现在可是深有体会，所以呢，你不要放弃，继续努力。女孩子嘛，能有多难追？这么多皮痒还嫌少。喂，我觉得这一套比前面试的都好看。真的吗？啊，真的。哎，王达，小薰，这么巧，你怎么也会在这儿？我陪他过来试试衣服，真好看。哎，谢谢，你朋友也真漂亮。可是你知道，白色礼服穿起来就是会显胖啊。哎呀，这套礼服真的是简单得体又大方啊。哎呀，小薰，你穿好了，走吧。他就是表姐夫说的你的新目标吧？啊，坏了坏了，麻烦了。什么坏了？哎，你不懂。我看呀，其实是你不懂。加油吧！早就知道你不是来给我送饭的。哎，可是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奇怪。嘴上说不喜欢人家，但是你又见不得他对别人好，请问你到底怎么想的？采访你一下。你说完没有？没有。那该我说，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不好，我的师父要从日本来上海，可是我乐团有个彩排，我一定要去，你帮我接待一下，我一结束就来。我很忙的，我连时间都还没有说。可是我每天都很忙啊。求你，不如去求那个现成的。阿里嘎多，古代。孔西侬，他是罗桑。哦，我是我是我是。啊，阿里嘎多，古代伊玛斯。啊，阿里嘎多，古代伊玛斯。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起吧，你喝酒。哦。哟，你会说中国话？哎呦，那个多坐多坐多坐。阿里嘎多，阿里嘎多。啊，他一会儿就来。OK。在干嘛？嗯，没事没事。啊，不不不，啊，不是这个，不是不是。ねえねえ、ナンパン言う？他，不不不不不不是，他，beautiful， 我。你喜欢他？네그래그러냐僕の奥さん그래僕彼女はさ頑張っ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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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ジャンユージャンユー我一开始还真就觉得两个人差距太大呀
但是像你这么一说，哎，你都能追上，我怎么就追不上？假的，我刚到了，我这你妈个死给，那我们那都带给你了。对，大体就那意思，能听懂啊？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ごめんなさい。来来来，いや、久しぶり。相変わらず綺麗だな。はい、どうぞどうぞ。座った座った。久しぶりですよね。ああ、お久しぶりでした。你们刚才聊什么？就反正他喝我也喝，然后他笑我也笑，挺好玩的。彼の言ってることわかりますか？いや、全然わかんない。わかんない。うん。でもね、あなたの彼氏はいい。うん、面白い。いえ、そういう関係ではなく。ああそう。あじゃあ、あ、コウさんはダメですか？コウさんはダメですか？あ、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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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来，干干干干干干，干杯干杯，干干杯干杯干杯。嗯，ねえ。嗯。ヨウさんもご存知の通り、あなたのチェロの先生は私の奥さんです。はい。ねえ、彼女は若い時から綺麗でね。初めてお見合いをした時なんか僕のこと全然気に入らなかったでも結局人生で一緒に長い時間を過ごすことになったんだ。僕以外にもね、彼女に恋をした男はたくさんいたんだ。うん、みんなかっこいいやつばっかりでさ。うん、でも20年経つと僕と同じただのおっさんさ。你笑什么？他笑了，我能不笑吗？刚才就这样，挺高兴的。ねえ、これちょっと広げて、ちょっと広げてみせて。はい。はい。広げてみせて。来。展開。広げてみせてください。はい。スカーフを広げてみるには二人は離れ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はい。じゃあ綺麗に畳んでください。スカーフをきれいに畳むために二人は手を合わせ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二人は離れたり寄り添ったり、それは愛というスカーフを手にしているから。そのスカーフはカオルさんから君へ贈り物だ。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大事にしろよ。他说什么呀？他说。丝巾很漂亮，说了那么多，就这么一句啊？日语很复杂的，干杯！哦，干杯，干杯，好，干杯，干杯，干杯，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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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一听，还山东味儿的。嗨，体を気をつけてね。拜拜。对不起，是狗麦纳塞。啊！再见是撒油拿拉，这谁帮你写的？没有啊，我自己记的中国字儿，好好记。我们去海边走一走好不好？好啊。王达，你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真的可以幸福一辈子吗？你在干嘛？你不要告诉我你要求婚。一军，你不要跪下。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把它收回去吧，我不想再看到这个戒指。一点都不好笑。你不是真扔了吧？嗯。你多少钱买的？没多少钱。多少钱？
2万多。你哪里来的钱啊？我不是彩票中奖了吗？然后你把中彩票的钱全部拿去买戒指。你这个人做事怎么总是那么鲁莽啊？你干嘛让我把戒指扔了？我哪有叫你扔了它，我是说可以拿去退掉。那要是真的找到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吗？好啊。真的？嗯。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看着我的眼睛，大声的唱首歌，我就考虑考虑。我看着我的眼睛。王达，我还有点事，送我去机场。哎，你别觉得我现在开你这个自动挡的车已经挺熟悉的，不像之前，我记得那次送你的时候。王达，我今天有点事情，你可不可以自己回去？整个人一个韩剧，思密达，不是说他已经死了吗？失忆好吧，说的是失忆。失忆3年又回来了，这算什么呀？这什么情况啊？这是，二哥，宝姐给我们带点心了，你也吃点吧。哎，达哥到底怎么样了呀？叶勋姐怎么跟你说的呀？你跟我们说说呗，我们人多力量大，帮你出出主意，对不对？哎，你说说呗，你这。说说呗，
哎，桃子姐，你说这失而复得的旧情，达哥是不是就没戏了？不可能，他要咱们哥人好吗？那倒是。哎，我跟你说，真不行，我跟你说，就和他抢，抢不了我就不行就打，就只有让他恢复失忆。没错，你这么废话呀？外边那活不用干，赶快吃完出去干活去。哎，走吧，走吧，走吧。很沮丧啊，小薰现在应该也很沮丧吧？其实你不用跟我说了，我都知道。你知道什么呀？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你能够记住我第一次见你时候跟你说的。很多事情都是不一定哦。你还好吗？你知道我有多开心，还能再见到你吗？现在想起当时的情况，我都有些害怕。当时我一个人站在路边，什么也想不起来，我怎么离开那里的，发生了什么事我都记不得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里面了，好像是一个当地的渔民救了我，可是我失去了记忆，我身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证明我的身份，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联络我的家人。虽然我失去了记忆，可是我总觉得好像还有一个事情还没有办。直到我最近恢复了记忆，我才明白我要找的。我心里一直觉得我还没有办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婚礼。我这次来上海就是希望我们能完成三年前的那场婚礼，答应我好不好？我会好好想一想。走吧。王达，啊，小薰，你在这儿啊？哎，啊，我给你送个东西啊。嗯，给我的。啊啊。什么东西？还是回去再拆吧。你好。哎，您好。我是他的未婚夫，我叫许卓，您是？我朋友黄达。很高兴认识你。我东西我就放这儿了，我先回去了。既然是朋友，我们等一下吃个午饭吧。许卓，那就这么决定了。许先生您好。三位。哦，这边请。
Lisa 带一下。哎，先生，请问有预定吗？啊啊，我是，他是跟我们一起的啊。对不起，这边请。王先生，我先帮你介绍一下吧。这是这里的 mushroom risotto， 非常好吃，你尝尝看。啊，看起来就不错。你这坨看起来也挺好吃的。还有这个就是 bone marrow， 是这边的特色菜。先吃吧。啊。我记得沙拉酱，只要放一半就好。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们家的小薰应该受到你不少的照顾吧。我在这边先谢谢你。没有没有。应该的。既然我回来了，我一定要好好的弥补他。黄达，先吃吧。你也知道我们家小薰需要人照顾，像之前我连水果都不让他自己切。音乐家的手是非常珍贵的，我不希望他发生任何意外。黄先生，小薰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有些事就算他心里可能不愿意，但是他也不会表现出来。我这样子讲你能理解吗？我知道。啊，我忘了，其实今天还有点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结账。不用了，这顿饭应该是我请你才对。哎，不用不用不用。等我们办完婚礼以后，我就带他去英国了，以后见面的时间可能就比较少。去英国？我们什么时候说过要去英国的？是我不好，我没有提前告诉你。但是我已经想清楚了，去了英国，你还是可以把大提琴当成爱好，你就不需要这么辛苦了。那你们聊，我你凭什么决定我的未来？这三年我吃了很多苦，唯一让我支撑下来的力量就是你，还有我们的婚礼。你可以说我很自私，但是我不希望一些无谓的人和事影响到我们的婚礼。你们老大在吗？你没长眼睛吗？没看见就是没在呗。胡子，可不可以麻烦你，如果你们老大回来，帮我转告一件事。叶小姐来了。他们哥俩跟黄达感情好，说话不中听，你别介意啊。其实，我只是想说声抱歉。好，我转告吧。麻烦你了。还有，我想请他来听我的演奏会，我会把票留在柜台。好，知道了。不用我转告了吧？都听见了吧？你们俩闲的呀？谁让你们说那有用没用的？帮你出气啊！得，来，走走。哎，现实点吧，咱能给他啥呀？啊？不去啊？我知道。
喂，小薰。欢迎光临广丰城龙珠光店。好，先生你好。今天是我不对，这边请。不要再生气了。喂，你怎么会有我电话？广丰400家销售店随时为您服务，我们的宗旨就是让您感到尊贵安心。有什么重要的事不能在电话里说？我说实话，我很喜欢小薰，但你别多想。我知道你可以带给他更多，但是我想请你不要让他不快乐。这个不用你来教我吧？可是他在餐厅已经不高兴了，你看不出来吗？我跟小薰交往了6年，你的意思是我还不如你理解他？可是他在餐厅已经不高兴了，他咬嘴唇就是不高兴，这个你不知道吗？我郑重地告诉你，我们的事不用你管。那我也告诉你，你们的事我可以不管，但是你不能伤害他。您二位有话好好说。啊，许先生，您车子已经保养好了，这是您保养室。说真的，唯一让小薰为难的不是我，是你。你们先上车啊，我打个电话。来，这边亭子搬好没有？好，你那边，你这边可以了吧？好，师傅，来，我们慢慢启动啊。两边扶好了啊。对，兄弟，扶正，扶正。好，轻松，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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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骑。帮我一个忙，这两个位子分开来坐。好。干嘛要分开啊？两张在一起多好。你搞什么鬼啊？啊？有些事情呢，是一定要抉择的。拿去吧。那我知道你现在呢很迷茫，但是我相信这场演出结束之后，你的心会替你做出选择。谢谢。哎，你好，那个叶勋小姐给我留的票。小薰，
有些话我当面说不出口，但是我想让你知道，认识你以来我一直都很开心，不管是陪你练琴还是你来看我工作，这段时间都是你在帮我，在鼓励我，所以我也想为你做点什么。每次看你拉琴的时候，我都觉得你做得有些别扭，可能是因为你比一般女生都高一些，乐团批量制作的椅子不太适合你，所以我就试着做了一把，算是我的一点小心意吧，希望你能喜欢。黄先生，我要为上次的事情向你道歉。啊，上次也是我不好。我很害怕，我很怕再一次的失去他，请您给我这个机会，我想用尽我的一切好好的给他幸福，我相信你一定会明白我的感受。刚才的演出太棒了，我有话想跟你说。不要再给我机会了。我是说，我想我已经想清楚了，我给不了你幸福。我们还是朋友嘛，其实挺好的。你一定会快乐的。刚才叶勋跟我说过了，那我走了，再见。要一个女人，答应嫁给自己两次是一件很过分的事。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好好的照顾你的。没看上吧？没事儿，我也不喜欢。
压箱底儿的，拉小提琴的。哎，看看，漂亮不漂亮？说实话，漂亮不漂亮？漂亮。行了，马上约。可他不是叶勋。叶勋有什么好的呀？啊？行，好，你喜欢他，你爱他，那你去追呀、啊，你去追呀、啊，你要死要活的，你把他追回来呀、啊，你天天在这算怎么回事啊？啊？本来不想给你的。黄达，下个月我就要结婚了。那天的演奏会，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你突然不再理我。但我有些话想对你说，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包容和照顾。我知道我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但你为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都记在心里。我从不后悔认识了你，就算有可能不再见面了，你千万要记住，要相信自己。那么我想先问一下，马上就要回婚姻的殿堂，有没有觉得很幸福？出去，出去。那马上结婚了，出去。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给你戴头纱吗？嘿，小薰，等等等等，对不起啊，小姐，有几句话我要跟新娘讲一下，麻烦你先回避一下，好不好？时间差不多了，几分钟就好，几分钟就好，谢谢谢谢。来，你坐下。我知道今天对于你来讲是个很重要的日子，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希望。你能在看完这个之后，再做你今生最重要的决定。中国梦想秀，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追梦人。有请，来这边。你好，为各位介绍一下，这一位是黄达先生，这是他人生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你看，第一次就来到这么大的舞台，我想对你应该也会有点压力吧。所以，可以给我们讲讲为什么来的理由吗？我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一直也不敢给人唱，也不敢上台唱。我想试一下。我们听说你是因为一个女生才鼓足了勇气来到这里的，对吗？是啊。嗯，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梦想吗？我想让她快乐。我也想跟她过一辈子。让一个女生快乐，这好像是我听过的最小也是最大的一个梦想了。我身边的黄先生很特别，你看，这是一个属于他的本子，它里面却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很多的数字，多到了100。可以告诉我们这些数字代表的含义吗？这些都是我以前的相亲对象。100个？能告诉我们你想给到她快乐的这个女生和之前的那100位有什么不一样吗？之前我就是想找个人结婚生孩子，后来我碰到小薰，我自己觉得我只想跟她过一辈子。但是我想告诉你，感情的事情不是说你愿意付出对方就能幸福。你凭什么会认为自己可以给到对方一辈子的幸福呢？你觉得你会成功吗？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再努力一下，因为我想让他幸福，我想让他开心，我想再多一分钟或者再多一秒钟的努力，可能都会离幸福
离一辈子更近一些。那我们就让他用歌声离他的梦想更近一点。来，掌声欢迎黄达先生。舞台交给你。这是我的爱情宣言，我要告诉全世界，这是我的爱情宣言。卓，你看着我，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三年前没有发生那场意外，现在的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觉得这三年来的我们是幸福的吗？我不知道。对，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都没有为这段感情付出过努力。我花了三年的时间适应没有你的日子，我又花了三年的时间想清楚很多事。我一直以为走到这一步，结婚对于我们而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一切没有那么简单。也许不计回报的付出听起来真的很幼稚，但是有一个人一直默默地为我这样做，是他教会我没有轻而易举的幸福。外面小薰，我也要跟你坦白一件事，不管你有多生气，一定要听我说完。其实三年前，我根本没有失忆。三年前，家里劝我跟你结婚，其实是想让我婚后放弃摄影工作，继承家里的事业。意外发生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会不会是上天给我的征兆？所以我选择了逃避。小薰，你说的对，跟黄达比起来，我付出的努力实在是太少了。你自由了。能打动梦想观察团呢？要超过200位以上的梦想观察团支持你，我们才会帮助你实现你的梦想。请投票，来宣布结果。
只有59位支持你的梦想，你的梦想不能继续。爱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一厢情愿的付出，对方没有责任来回应你。你真的认为那个女生愿意跟你一辈子吗？我愿意。我可以嫁给你吗？我考虑一下。你等一下，我过去买戒指。场面，我们多给他们点掌声好吗？祝福他们。我们一起请他们来到舞台上。有请，二位台上请。来嘛，这是你第101次了吧？所以，你这算成功了吗？